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系前方共享天视台，我系天伟顺，今本日呢，来谈咧八台三线。你八台三线呢，系啲桃园一直到台中有800公里，你地北呢有诶你客家人，还有原住民，你下呢还有外来嘅族群带到乡下。佮根本因咧，哎，用客家人嘅观点来谈咧，哎，你咧台三线，吼，根本因咧，哎，你国家要做咧浪漫台三线，佮哎，你邀请咧两位专家来到台家讲咧台三线，吼，一位系经济专家，那我一位系农业专家，吼，佮哎，你阿就来，以即家来自我介绍，来。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魏明忠，啊，我系专长系经济学。好，佮天一位咧，系咧，诶，你咧，张胜富总教授，来睇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系张胜富，台湾大学退休。好，今本日咧，同欢喜哦，佮梁生咧，系诶，你台湾顶尖嘅专家，诶，你请佢来，老太家讲，咧，诶，你咧，台山先咧，好，咧下，诶，你先来请，诶，你咧，文教授用经济方面来谈咧台山先有乜嘅？还有我中央的看法。好，先问哈，你要推三线呢？是讲，你要系你蔡英文总统嘅嘅重要嘅政策啦哈。你看过去哈，你客家人啦哈，过去嘅新嘅从土竹苗啦、中南埔啦、花莲洞啊、推动一带呢啊，晒到台北来，晒到台北来，现在有的人呢是从事公务人员，是讲法语啊，有的是去石头路，佮是讲河南话，所以变性呢是讲按客家话呢是按消息台去了哈，消息台啊，所以呢，你啊推三线哈，浪漫抬头会建立哈，我感觉到最要紧的东西是讲，让把你发展按客家族嘅经济。啊，使得客家庄的经济好起来，是的。那后生人呢是可以留到因客家庄啊，留到客家庄，些当然呢，到久的时间呢，该语言呢文化是会留下来啦。啊，两个感觉到俩是清朝间的事情啦。哦，你啊，你我是想讲，你讲而那后生人写去转来啊，写去转来，佮俩还有乜个步骤？还有乜个佮条像拖延？新竹没有你台中，佮条有乜个虾无穷样个，一讲佮一条个生态呀，佮一条个讲你啊讲经济啦吼，其他个诶你了，哎呀，农业产业佮条有乜个特色，做条老太家讲一下嘛。佮因为系了山体，所以佮水个供应啊，无介种个供应冇人很足，所以等到种种过足嘅条，还个嗰条差，佢唔是用到水，所以就会大部分系差价，还冇是个人种过足，咁啦，冇是风气啊，还做气病嘅东西，还个就到从庙里就到是血参热，都冇有些血碰。今年碰的影响的动态，所以介条就高经济价值的东西，从产业，那你清出来落差，莫是苦差油，哎呦满足，从种垂条下好些下天就冷，就个温度变化，来做落垂布个条，所以我要清出来本后上烟，今年是留下来做，这就发。就发展一张会做啊，就传承一张会做。你啊，还是讲偷白，你客家人话你啊，台山先啲啊成法啦，你啊时代已经变啦，佮你有乜嘅新嘅方式，也系嘛？唔过无论系农业，也系产业、产业，你啊都看怎样嘅来做。佮两位专家有乜嘅哈样嘅切哈食材嗰种嘅来提供冇？我咪感觉就讲，因客家人哦，是所以会离开因客家庄哈。主要原因是讲，认为的客家庄呢，
魔法发现村啊下去了哈，因为呢水道系统改变了哈，由农业社会变诶经营，所以工商业社会。这个农业社会呢是亲手工作机会，所以会招人为壮起，招人为壮起些都报名客家语言文化是流失体嘛啊，所以杨班长客家嘅后生客家人嚟流动，客家壮咧，我感觉最头先当然是发展咧客家壮嘅经济嘅东西啦哈，嘅经济呢当然所以就提升啦啊，所以咧下有计划按照全球采集法。啊，全球采集法，麦个意思呢是讲，你有采集法呢，咱可能全球法，而且是讲嘛东西啦，讲，因为客家人发展呢，客家经济呢，一天呢就客家提升，啊，就客家提升些，咱可以呢，变微笑同微机器变成全球化啊，所以假使讲呢，因为冇提升那些，因为老学老人因出名穷人的时阵啦。你经济的发展不起来嘛，啊，所以你可能推上前的一代为所一些，睇下你种搞起了差不多嘛，啊，青岛的产业的嘛，吼，青岛的产业先，我感觉到主要件东西是从样板进来种的话，按照经济化，啊，哈精致，哈看起来啊，比如讲我几张梨，比如讲起饼啊，那起饼的雾说说，很多行业是唔会上个青岛设计啦，啊，所以样板进来那起饼的咯。那一种个行销就发包做一种人降降了哈，搿是一种个提升嘛，系冇哈？但是那可能过去也是，他讲因哦，台地对待喏 marketing 行销哈，你要怎么去发卖？目前讲了解啦，啊，目前了解些，所以你做出东西不应感觉到挺促销个呐，啊，看啊，摆唔上个推面来啊，啊，所以你要买了他讲就个他讲个产品咯，就来提升。哦，咱可以争取到青岛的胜利，胜利意味是你要咱可以生存下去嘛？希望啦，假使你做到就冇提升老学老老人住民群众，然后讲，比如讲你客家庄嘅福咧，老外嘅许多群众，先计冇用回来嘛。所以我听我讲过啦，全球采集法啊，你有采集法，先咱可能全球化。所以意思讲，你就提升啦，啊，就提升，就去人客家人嚟提升。经讲提升吼，当然啦，一封修啦吼，你讲一张素材又加个一封一修个的，其实讲用个老家个历史也系乜个文化，吼，老去念出来，也用个韩国呢看，用个在你讲个经济化，继续用个做文创个的，还有讲个个的，继续讲又你要又念，然后按用身法，又按用嗯讲真经啦，你要按动念来吼，你要跪下台湾的经济就主要破坏，吼，韩国冇保存一道，佮你下运用个签证来，跟讲农业来讲啦，吼，佮经常呀，佮你农业特别提啲乡音华山。跟 ID 也是从早期日本时代哈，跟二十世纪初，那个彭凤叉哈，马斯哈，这透过东印度公司日本时代买，嘿，这个东印度刚好东印度还不印管哈，印管，可以按用撞到刚好给了刘航石凤叉嘛，石头那俩彭凤叉，哎呀，跟人家讲，人家彭凤叉，人家而在错也在用的撞，给可能有乜个新的看法冇咯？几下几下变做东方命运差，进去来解命嘛吼。所以就虽然伊行运动，像无是个东方命运差，基本来是讲大概个为家为修为国起了修个差价的时间，就该绿叶小禅嘛。该吃果一下，你喷农药吼，改天去该产为实体，产为实体。所以呢。那一条行业全部是东方民营茶变多是哈，完全莫用农药，所以个茶贵，几种民茶茶，下个精致，所以听话温教授讲的精致，提高个价值。所以我哋本来东方民营茶底下抬高一些，价钱也高，就认为你喷药做唔得啦，你隔天喷药做唔得，像个牛眼唔是管理啊，其实价是会上啊。所以农业冇，牛眼冇算是产业嘞。我们当然都用也没有牛眼啦，还牛眼有个客家的俗话呢，用也的牛眼拍腹，就是你白吃嘛，这也有个歇后语。所以穷俩种的东西，有的人是牛眼的，就是桂圆，要做晒干、烤干，该种的东西有的人体质冇适合，冇适合冇适嘛。还适合人去，
哎，对身体好，像你了贴片的东西，带安尼散毒，散毒的命案书根本是七九会上啊。所以该种的东西，含毛农药本身是唔是几多配料，是很符合诶有机的市场。第二种的东西哦，大家会去放去，就是防风茶，其实防风茶没防风，以后伊有机安全的时候才将会价钱也高啊。还挨些清出的啊，第二条唔使用别人特别的改变，还教本挨啲农民。嘅市场其他因素配种几多，唔好超过市场上多嘅，结果是冇效，因为大家全部种喺玻璃水，玻璃水头嘅蒙出安个空心菜，几好，两种大部分嘅微量元素，微量嘅元素都有，所以现在台湾嚟播，对身体健康好啦，对喺身体健康好，像两种嘅东西会种起来，但大家会有种喺。腐茶就会腐茶结子，给摘出来人工去压榨出来油，给几天当好卖，还贵卖，就可能千人去话，还也卖到600块来跟人家呀。所以第二种东西要分清楚本台价地，你没超过市场，你根本爱台湾没很多，你出产量超过一个变多，这个膨胀变多唔好，所以爱啲尽量老老实实。来到好的东西，清出来做，还来几条，你超过你的量，变到像爱台湾的咖啡，结果是卖外国的咖啡来做爱台湾的咖啡，该冇意思啊。嗯。所以爱你决定推北埔的推上去，爱你发展爱你世界，会陆陆续续要满足，爱你乡音学多，爱乡音文化会保存，还是原住民爱你未来强下，该上会古多。冇强量的人种出圈，大家来发展，就挨啲挨啲地方为了子孙，自然为了子孙强下享受，为了其他的物种强下享受，按时就生态的观念。哦，挨迟到啦，就讲你啊，按你讲的你啊，推三线就别推三线吼，佮用的老俩，你啊动流还讲冇用的化学原料，诶，有机嘅地位，你啊强量安样也。可能会增加成本吼，你啊，你像哎你遐问教授，我知道，哎，你啊有哪有乜个系新的看法，有乜个，哎，让个老俩土著苗推种两片去采地产业嘞，可能让个会做结合呀，合种连横呀，让个做。好，那哎你客家庄吼，那你讲推三线啦，染线其实出不回。农业提起啦，所以农产品啦，所以杨班英将咧农产品的价值都提高吼，我感觉这是最要紧的事情啦，听话一啲专家就探讨了这个东西嘛，啊，你我有几只例啦，比如讲依家起饼的东西就啊，杨班英客家人吼，对了这个事情啦，按照 marketing 营销的这个东西吼，冇乜嘅重视啦。哦，莫话重视，所以讲，爱讲，比如讲，起病哈，起病哈，你单单只染染一只东西，不说说，我大白底，哎，你罗斯福路、和平东路来看，就去到一个像北部的起病就哈，但是看到哈，冇人肯买，还不说说哈，所以讲，感觉到说，样板有得高了等于啦，哦，高了等于先样板以后，你将你个东西呢，啊，做下好款的，我啊，包装下好的，哦，你啊，那感觉到你啊，前头件的事情啦，哦，哎，你客家东西差不多全部，比方嘛，百分之买百分啦，干就买干啦，完全是无难为的包装，哦，那感觉到那种的包装哈，包装哈，个营销可能前头件啦，哎，所以给各种方面，你起边那种啦哈，差价吧，还有那些竹笋啦哈。我哋做嗰种系笋干嘅对哇，还讲我哋嘅叶条、葱条、细干，有咩我哋特色啦？还个金盏花细干嗰条，还个木米、木耳，对吧？木米、木米就讲木米啊，木米就讲木米啊。嘿，你喺度青岛应该是啦，但是我讲嘅东西讲，因客家人样板要将佢包装行销啊，因为因物嘅木米是喺木米田里啦，哦，喺你物嘅葱条是葱条，嗯，群都感觉到价钱冇讲前高啦，嗯，啊，你啊仲系所以，我感觉到客家人啊样板将自家嘅经济嘅附加价钱都增加，我讲你啊点下就见啦，那了解到啲 marketing 啊种嘅东西。所以像诶东方美人茶，
去改造东方明英茶，比彭凤茶是好糖啊！名是好糖，大家摸过来包装哈，包装摸过了，嘿，那看到价钱是好啦。就那他帮你起单，他不说说你看到是跟讲东方美人茶、东方明英茶哈，俩已经躺下了，又遐想，会笑，肯定要笑。跟像俩起个边，嘛只鸟不要按张名个呀，按张名个单位，先包装，包装。像俩我啲系叫江凤啊哈，叫江，佮看样个落去做一张嘛。来神话一只传说，你按个走一只在呀古法东西，哎，那个还有三品那些要卖进要卖改造包装法啊，还咩样那些来要起好谈，那东方明珠谈个都起好谈，个是上个都立马快做买一百年了嘛。所以你起平咪就，我干嘛帮我起平啦？哎，他讲你买东西，你要退休就好，我一定要好好做好，去签好这个。窗台要晒干，太足，足重要，太足多。自己装好些，但好老板请好些。但是现在感觉不要这种东西，你感觉都是假钱，莫讲钱够了。所以两百年现在哈，来行销来包装那些东西，还没让他起好汤的哦。你可能我按久了，按照个整个价格去啦。很好啦，我们等下讲这，你这个起平买只石刻，你才会感觉。虽然哦，起兵是无穿好啊，笑他们法戏啊，眉毛棒出笑法，但是是你这班人看到哎，没，这俺听了温教授那样讲吼，你要做红娘，要写的后生人吼，给后生人你提二台吼，你下一台吼，佮有几多新的看法？新的看法，哎，佮有新的看法，新的思维啊，让个老二你俩差不多六七十岁，让个结合起来，哎，结合起来来创造一只新的。哎，用这老的东西就是新的包装，包装出来。应该嘛，希望讲俩。哎，你了所谓白推三线吼，嘿，跟浪漫抬头吼，让个你在讲咧客家人特别主动干苦，让两岸是非而落去无改变，而落去无睇咧，哎，你希望讲，哎，你下一代是咧，哎你客家人吼，讲真，佮物个行业主要，哦，佮就讲让个大戏来吼，我嘛当希望讲，哎，哎你俩推三线有新的气象。无论是产业，还有文化生态，几多贵下的呢？那安尼给北部的客家人啊，诶，有新的一只无穷样的方式啦。哦，你讲你啊，小英送来哦，让改良烟田哦，系啊，几讲烟囊，系啊，系啊，你啊，安尼慢烟吉田文如火如荼啊，来进行啦。哦，我嘛希望讲，安尼俩对俩客家有关心的朋友。唔单强讲，你三三地地贪俩，你希望讲，群羊诶，吼，强下，大家强下来做啦。是讲，要买叫咧传统的东西哈，用新的包装方式啦，来行销出来啦。哎，感觉到也是，你很多东西其实真有价值啦。但是呢，你用个落台的方式咯，你要即个讲个创头啦，嘛个把个起标吼，你很多都冇买价单啦。希望是冇想去卖，所以冇想卖些你客家面咧。是莫传到先啦，莫传到先咧，感觉到客家庄是生存马去啊，生存马去是流浪到台北，流浪到台北来先去名利，台北来烧书，烧书大把名利是冇得的，是小心的。所以让我们将客家嘅后生去流到客家庄下来，改种客家文化、客家语言就可以流传，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哎，俺是同俺啲乡音特白吼，因为真老鲜了，乐天知命，动机动词间这个生发。哎，讲嘢讲得少，唔会要求上多。我们教授是讲会包装，但不一定。哎，其实拍三美定，哎，还因对自家身体健康当照顾。所以第二点，哎，你会发展出不一定讲，哎，还因是的东西，家庭成功就。就健康的观念，还挨你念哦。哎呦，你有统计呢？哎，我你客家庄的人吼，当聪明嘞。聪明啦，你用个关系音啊？哦哦，八郎关比较清楚啊，关系音挺聪明啊。去善水个过善，那个空气是流通啊，水没流通啊。刚才话庄教授讲啊，讲客家人落善啊，搿是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但是呢，工商业社会啊，工商业社会是你原本讲的农产品，你其实全世界经济发展结果，其实还是回归农业最要紧啦，因为农业方面生命生存有关系啊，比如你许多要求脱个东西啦。
可能是得了癌症，那么消退的东西啊，对嘛哈？所以农药其实个，所以全世界工商要发。发卡结果呢？结果多在那个发觉到，其实农业占最基本的东西。一切之根本。哎，农业占真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听我讲，壮搞是讲，哎，他讲的是落选，落选是农业社会啊，因为与世无争嘛，所以不断创新高啊。但是你创新高，你哈工商业社会脚步冇跟上，所以他讲的呢，啊，引导是到你工商业社会脚步呢，哈，要改变自家的想法啦、做法啦，啊，所以我讲的东西讲，哎，你推上前呢，其实全部。行业的行业嘛啊，行业农业社会嘛啊，所以样品上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产品呢，来增加佮价值，那讲我哋最要紧的事情啦。诶，增加价值最要紧的是讲 marketing 营销、行销的手法，样品的包装、名字、样品的改，虽然穷人东西，但是呢，伊见过包装以后，佮价值就好啦。诶，冇啦啊。你用推装个太阳饼，那太阳饼其实那款单买的嘛，但是你点包装以后，你要围热三秋对吧？哈，那感觉就是非常有价钱，市场其实冇买个东西，对吧？所以讲你那种诶，你黑讲因哦，农业产品冇买了解到你那种行销 marketing 的那东西，所以我感觉到，哦，你要买吸引黑价去生意流到啊黑价上，当然诶，你将诶老一辈诶。新想法咪咯，喺生意想法嚟结合起来，即系生意前到新嘅条路。嗯，啊，将啲客家公司推广出去嘛。像啲苗栗哈，贡干嘅大，佢哋要种嘅枣，枣，佢哋枣冇强量嘅吓，拉喺台中冇强，佢种到真好呢。佢算系啲，佢老红枣又冇卖强量，也有青青啊，有啲黄啊，啊，食起来真好食啦。所以改样板系产量多一些，样板系做嗰种嘅。果干呐哈，干燥的成品，该是不是加些加蛋啊？你蛋蛋该买该做一些了，干不唔买加蛋啊？嗯嗯，还有东西啊？对呀，嗯，所以他当年其实装行业钱冇了，来都了点东西啦。嗯，冇了还有生意啦。如果像安尼家下师台台地村个，哦，农业被打掉，哦，出去打掉，打掉，赚钱的了，养个全部足。撑不住出息，人家哈想法是讲农业冇发展嘞，所以讲工商业社会才发展，所以很少你去也去，去一些个黑干的是冇得嘞，空白嘞。所以你哈美国等下黑干去全世界观念是讲回归汉农业的这样人类进步啦，进步，你哈各种农业那是最好的东西啊，所以两百年来搞的，农为根本，两百年来搞的个发展，啊，结合各个附加价值的。農產品的是強壯在東西，強壯在壯土，強壯在個物個睇下講，個做做嘅強壯在那種，啊賣出嚟價大高，賺到錢，佢自然啲咁樣流到嘅，感覺人家流到黑家莊，錢好啊，生發到錢好啊，冇必要做到特別是生存啊，誒種東西。所以上個叫愛玉哈，愛玉，愛玉，愛玉，但是愛玉啊。山地不都春游，苗栗没当到，佮各种厂有研究。哎，伊今天用阿哩本土种诶，去吸收本土的土地里面，所以基本上讲水耕种唔得啦。水耕三十年前失败啊，但今天又推个温室。你看，本来你挑时间五十天来，你就变得 LED 就改个绿化来走。所以，我要用咩上厉害东西，用咩改体好嘅包装改好咧，东西好嘅东西，帮你表现出来，还我意思个种，而且唔是另外额外又搭嗰种嘅温室，我是同我哋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哈，还能不要用外来种，要用本土本土的哈，那台湾的面上，你国际化，今天要用本土特色，台湾问搞就讲诶，用我意思个台湾来提鲜。您怎会认同你啊？全球采集法，所以这个包装以后呢，除了就中温时，人去听了就入温啦。啊，系啊。可能我下载好多钱啦。系啊，基本以后东方以后哈，不会太高速。来，他们安尼推上去，让个台湾采集法打入国际。哎，我是讲，你安样的想法咯？讲真紧啦，你哈，你后生人希望去转去，你老了六七十岁，你哈还有的特别的。这个泥土打滚的，让个老去创造新的生命出来了，哦，基本于当番鱼啦，哦，两三来提供很好的意见，哦，希望大家。